里边能分泌出6到8升消化液来，这里边多的有人的混元气啊，那个物质一混化，那个气带给跟大家去混，而且这里边呢，这个消化液里边它本身就带着全身的生命信息运动，因为它这个各种酶一产生的时候，无中生有，混元气来啊，而且这个酶一产生啊，那个非常复杂，又是方咱们讲的，一碰这个酶又来劲儿了，一转圈又转上了。我在书本写的，给大家举了点什么的，胃里边胃消化得需要用胃酸，得有胃蛋白酶，胃酸产生的时候呢又需要酶啊，胃蛋白酶需要胃蛋白酶原，还需要酰酸，而这个产生呢又一系列的它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生化过程，胃酸的产生啊，它跟那个二氧化碳的置换呢、啊、一整个反应。在肠子里面的消化蛋白质一酶一蛋白酶原又是一大整套反应，所以整个这么一个反应的话呢，一连串都在肠子里面来集中啊，反应那么多，这不是混元气都出来了吗？这混元气人家混元气往这儿集中和这食物，这食物混化和这个气儿混化，那这就是这个样子，这一个混化。同学们可以看看书，我书上写的是呢，内容还比较，我说的话还多一点啊。迷走神经也在起作用，迷走神经一起作用的时候呢，它要产生介质，迷走神经一起作用，我再放出一种介质，胆碱，又是个物质反应，这又一个混化，又很复杂。这里边生化反应整个是个混化过程，这是一种混化。这种混化呢，一方面混那个小东西里边来了，一方面混那些气里边来了。第二个机制呢就是完全气的混化了，那是通过食物的具体东西和咱们的身体消化液的具体东西，它们的气互相混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在那个腹腔里面这个气场，腹腔里面浑圆气场，这个气场和这个东西来混化，和这个气混化，这一混化就使得这个食物里边被消化之后就具有了整个人的信息了。这个气场是什么气场呢？因为在腹腔消化道这里边整个相当于是这个藏真浑圆气的集中点，还有就是咱们躯体浑元气的集中点，肚脐这个地方上，咱们前面讲过咱们这个气的集中点了，这儿一集中，这儿一个气场，你东西来了之后，你就必然受的影响啊，和咱们个电场一样，一个磁场一样，你这儿放一个磁铁，这不有磁场，有磁场之后拿一个普通铁往这儿一放，就把那磁化，它那叫磁化，咱们的浑元气场咱们叫混化。大家一听哦，庞老师咱们这个混化词是这么来的，他就觉得咱们也来一个吧，咱们来一个泛肠，再来个泛化。然后磁场嘛，有在磁场里边就磁化了，你在浑元气场里面就混化了嘛。这一点呢，咱们在前面我也讲了，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能起作用，在肚脐这块，但是咱们在讲混元中心、混元窍，它五脏的中心，五脏本身带有全身信息，气的混元气在肚脐这儿，而且在我们讲说肾有先天信息，在这儿呢把这个肾的先天信息我们需要再加重讲一下啊，再加重讲一下。这个先天信息上次我讲过了，就说是肾脏本身能产生很多激素，更加由肾上腺它产生这个激素是生命激素，绝对不可缺少的，缺少了就完，人就死，活不了。而且呢，一缺少了之后，你给他们拿，因为本来缺激素，肾上腺素啊，肾上腺皮质激素，你给打用激素药，用到一定量，多用了也不行。
一停药也不行，你要停药就慢慢停，你要一停一下人，你要把药一停用到一定马，把药一停马上就人，绝对没法治，非死不行。我记得在1959年吧，我们卫生科里边一个医生，本来这个病不大，住院去，这就感冒了，住院去吧。住院医生就在北大医院误诊了，他发烧不退，发烧不退，不就考了什么病？用激素，用 ACTH， 促肾上皮质激素。他这一搞的话，输了几天，一看诊断错了，不对，不对，你就别这么快停啊！他老兄他也不知道，停药，他能医生他也不去医院去，一停一下子，第二天发觉了坏了，没办法治疗，就说明肾上激素啊，这类东西啊这么厉害呀、这么厉害，你这一缺了之后，一下就死，生他关系到生命，那个生命。所以这个肾的作用不得了啊，不得了。它这个对这个肾上腺对人整个的生命活动，直接关系着生命的变化。它就那个激素能这么起大作用，它那个肠也得起作用喽，有生命力喽。你这个食物到里边去，到那肠那儿去起作用喽。这光从激素来讲，那还不行啊，整个生命还不够啊，那个气场还另外的意思在里边。咱们上次讲了，说我们的生殖系统它本身是一个全息的，在胎儿期间它从这个地儿过去的。那为什么生殖系统卵巢睾丸它生命力这么强啊？我们再往前追一下，因为卵巢和睾丸这个细胞它不是普通的一般细胞来的，在胎儿发生的时候，咱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是经过了多少次分化之后变成各个组织器官的啊？从两胚层变成三胚层，三胚层再分化各个组织器官，这么过来。而卵巢睾丸的话呢，它来源于更早的细胞，叫卵黄囊细胞。卵黄囊细胞连两胚层还没分化呢，在那边的细胞，在这儿过来的，这个的那个细胞是分化的更原始，更原始的。你后面分了多少代了？你这几辈子，你这十辈的孙子了。他这是呢是两辈三辈的，他那不是两辈三辈，他那怎么的也得到，他那也是到了一百个多个细胞的是以后的事情是，一百个细胞那也得是从二到四，二、四、八。最后的话嘛，这样要再走一个，他们怎么最少得到五代以后才是啊，都五六代六七代这个样子。你给别的细胞呢，二三十代了，就一分化很多了，就是。所以他那个细胞来的话比较早，卵黄囊的细胞，所以这样他那含的信息量比较多。所以当时形成那个生殖系统，在早期的时候，在肚脐，在肾里边，然后咱们这个肾呢，咱们这个肾不是跟个豆像的，在人体里边一边一个，是这么放的吗？它那个原来生殖系统就在里边，在里边让往下降走了，它这儿不就有个气场了吗？那个先天气场就在这儿呢，所以这儿有那个先天气场在这儿，那边去混化去，所以这个东西这儿一来就给你化了，加上人的气了，所以这是第一步混化啊，第一步混化，这么一化，给你形成混元气了，在肠胃这儿形成混元气了。形成混元气，一个就是发出来一个气儿，它这个东西一散出来气儿了，它这个气儿本来是这个蛋白质的，你吃的猪肉就带有猪的气儿，这还是真的啊。那猪肉吗？你猪肉它就是猪的一部分吗？它就有猪的气儿，吃的牛肉就牛的气儿。
吃的狗肉就有狗的气儿，那是生物学的气儿。但是怎么样，它已经是孤立了，你都死了吗？那个狗已经死了，狗已经死了，狗那一死的时候，狗那个特征就没了。但是不是一点儿也没有，那也不对，还保留一些。它这个它这个蛋白质的，为什么那个牛肉和狗肉不一个味儿了？那羊肉和那猫肉也不一个味儿了？因为它这个它是个猫，它是个狗，它是个兔子，它有它的气儿在里边嘛，一个动物一个气儿嘛。那个蛇吃那蛇肉是蛇气儿嘛？你看为什么总逮蛇那个人，逮蛇也吃蛇呀？你看他那个是那个脑袋眼，就你怎么看那个细琢磨就有点蛇相，他总要那个蛇气儿嘛。一想哎呦这多害怕，你害怕什么呀？害怕什么呀？你自然信息吗？研究动物的他就研究有成果，你看吧，他研究什么动物他像什么，他老跟他接信息嘛，接这个气儿，老接这个气儿嘛。我就看那个咱们这国内有个耗子专家的邱满队儿，真的，你是他原来什么样咱们不知道，反正现在你一看是就鼠没鼠眼的，研究了几十年嘛，黑天白天跟他干了啊，养几十只耗子，到一到晚上他瞪着眼看着这耗子怎么动。啊，怎么活动？吃食怎么吃？交配怎么交？打生小号怎么生？那、啊、他都是研究非常细致。据说是邱万队给他打官司打赢了，但是还没宣判结果呢。上北京，他跟那个中国科学院，那是什么研究生物研究所啊？几个专家教授打官司嘛？专家都给打官司，说那是假的。说那两个假的，一个鼠药是假的，一个说的是说他能他一来就耗得多少呢，觉得是假，说的胡说八道。这次在北京那儿搞了一个实验，法院的监察院看了一个空地儿，没一个空场去了，就看这儿，哎呀，这个空场没什么耗子，他最多超不过七个。我这么一转，一个大院子，多少年不住的院子，他这个院子最多不超过七只耗子。说咱们是你说在哪儿要吧，让他死在哪儿吧，这死在院里边来，好，死在院里边来，弄点药往那一放，就死在这儿来啊，就死在这儿来，一会儿的话嘟嘟嘟就跑回来了，四只，一共四只耗子死了。这第一步的情况打官司，因为是这说这他搞这个耗子研究啊，他搞耗子研究，这也是个混运气儿的，这是体外的混话，咱们就多说了两句啊。因为咱们说体内这个气儿一混，把这个气儿一混，在肠胃里边就变成气儿了，就变成你的气儿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吃了饭马上精气神就足啊？你吃进饭去那点一裂解，那气儿就来了，肚子就有气儿了。这个气儿呢，一方就在肠胃肠腔里边，胃腔肠腔里边存着。哎呀，这庞老师那个气儿放在屁是不是那个气儿也有啊，也有，也不都是。咱们说那个气是无形无相的嘛，你放那个屁它是硫化氢，它有形有相了吗？还得问应多气啊。所以说屁都不能轻放的，是你随便放屁到哪儿都放，他说不是好气儿，可是你把它收进去以后，硫化氢再转化成气儿去吗？硫化氢不也可以到了蛋白质里面去吗？也还可以、所以像这些问题到肠胃里边存着，它另外的更多气存哪儿？存在大网膜呀、小网膜呀、肠系膜呀、腹膜呀、腹膜腔啊都存在这里边，腹膜腔里边、大网膜里边这个小的毛细血管呢，这个膜络呀，存在这里边。在这儿的同学们改一改书本上啊，书本改在191页。
一百九十一页，从上面数吧，从上面数，从上面数，这个题号一这儿啊，这个二下面个一，从这儿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九行，第九行，大小网膜顿点，腹膜等，把这个等拉掉它，改一个顿点，顿号，腹膜顿号。腹腔后面顿号，就是从这个小题号一里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九行，腹膜是个等，把这等拉掉它，一个顿号。腹腔一个顿号，下面是摩洛。这一部分气呀、啊，这一部分气就生成了，生成以后就在这存着。那、以后呢，它生成之后，一方面它反过来又参与对食物的混化，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受意念调动。能够受意念调动的，受意念调动，啊，受意念调动，意念一动，把气能够上外面去调出去。所以这一点气儿，这点气儿动得比较快，跟咱们中医所说那个胃气、营胃之气那个胃气相仿佛。咱们讲中医基础知识，胃气讲过了吧？啊，胃气讲过啊。胃气能够流行，流行很快，所以七气标记寒令，那个叫标汗啊，动非常快啊，营养周身，也管气儿，管温暖啊，皮肤的腠理开割啊，抵御外邪，都可以吃它啊。但这个气从外面到形体，从里边到各种摩洛里边。说胃气是那么个胃气，这一点和咱们讲的肠胃形成的这一部分的混元气相仿佛啊，相仿佛、一般的过去练功丹田气，就是要把这部分气练得更加听使唤。丹田气练充足了，现在本来这儿有气儿，这儿再练再加进去，它能听使唤了，要聚就聚，要散就散，关键是这一部分气儿，哦，关键是这一部分气。所以你看，有好多胖人，胖人治病，发风外气治病比瘦人治病好使唤，他肚子大，啊，肚子大，他那气儿这脂肪多，大网膜也大，你们学解剖不大网膜肚子大，大关是大网膜吗？那不是。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胖，我们这个起个外号，你是大网膜，网膜大肚子就胖了，就胖大网膜。所以这个网膜它那个物质啊，它能拿脂肪它也是含热量的啊，含热量嘛。所以像这个情况就是它那个热量多能量多，一消化就出去就完了吗？所以那胖人我该发多发两次气儿，不用扶元气，用丹田气儿。用丹田气往外发，他就不胖了，就发使劲发肚子，而且发气儿，一憋肚子发劲，就肚子就小了。调动丹田气是他练硬气功，也主要靠这个气。这个气儿运出去，硬哇哇一动，冲出去，这里边练气儿足了。当然是呢，不光就是那吃点好的就行了。所以硬气功也得吃，得多吃啊。练硬气得多吃饭，当然也可以吃气。吃气法嘛，现在我还不主张同学们来练它，现在还希望大家多吃点好的，先馋过了再说。现在要不是将来您要不吃点好东西啊，一辈子没吃着，将来看到它还嫌馋的慌。你看现在就让你们练吃气，没事练吃气，这将来咱们再练咱们将来讲各种功法的时候讲吃气法。
格瑞的鸡同学也讲过，一吃鸡一吃鸡，吃鸡，哎呀，咽气结果气就解饱了，解饱了。现在好多同学好像老咽这个，一看那还是馋得慌，就是不饿也馋啊，不饿也馋。所以现在呢，我还不知道同学们去练，但是你要累了，出去了累了，没办法没得吃，你还得吃点气儿，吃点气也可以解饿，也可以有精神呢，也可以有精神呢。所以这个吃气也可以直接过来啊，他那个吃进肚子里边一肚子气，一敲着嘣嘣的跟鼓上的，你又咽气从胃里边到肠子里边，但是你又不会练呢，不会搞啊，到肠子里边那个气咕噜咕噜咕噜到头砰一个屁就放出去了，就啊，所以第二件事呢就白吃了。CG 里边你还得会什么呢，还得去化的，到肚子里边那么用一念转，从那个把那个气把它吸收了，它再吸收了。所以我们这个黄炎气它不都在肠子里肠腔里边，它要是你得进入到这个膜那个膜，到那膜里边去那才行。所以这一点就是呢，因为咱们肠胃道里本来是都在产生气体，发酵产生气体，消化产生气体，分解产生气体，十分之七以上的气都是要被吸收的，十分之七以上的气都被吸收了。可有的那肠胃吸收气吸收的不好，就成了排风机了，呵呵，就往外排风啊。所以有的人说呢，哎，放个屁舒服，老那么舒服可就舒服坏了，因为他们呢该吸收的气他又不吸收了，因为他好多气呢正常生理现象十分之七上的气都要吸收吗？所以有气就放，有气他一放走熟路，有气想往外放过去，有气想放过去，后来给你带走了好多好气儿，把我们混元气儿也带走了。所以这样就是呢，我们还是呢有时候我们注意点了，一开始难受点，刚我们提纲的，为什么老是大家提纲啊，提纲说的会阴呢，把肠胃的气不能往下跑，免得往下跑气儿，不跑提上去，结果这肠胃慢慢吸收一部分吸收走了。当然有的人呢他里边废气太多了，老也不往外放，吸收多了以后他没吸收好，吸得头晕了。那就是呢，以前我们讲嘛，是一些个废物电机质应的硫化氢，它给里边有些个反应啊。这里真要是会吸气儿以后的话呢，搞气候的绝不成那个情况，吸进去各种气都吸收了，你别人脑子别刺激你脑子，它顺着血液跑到脑子里边去了，你就难受了。脑子去以后呢，从脑子一转圈，一转怎么着，那么一转好了，把那个坏气的转门再加一念一转，外面回那边一加化了，好气了，就把浊气化成清气了，叫去浊溜清，而化浊为清，都可以变啊，都有功法啊，都有功法。就是长江型的浑元气，无形的气，就这个长江那种浑元气就这么多。还有就咱们说的这个营养啊，鸡砖呢，但那个鸡砖它还是实体呢，它只是加入人的浑元气了，还不是真正人产生的浑元气了，只把它化了一下，还有本身各自己特性呢。所以这个东西呢肠胃道吸收了氨基酸、脂肪酸、葡萄糖、果糖，像这个东西那个鸡砖的物质被混化了，它已经失去原来特性了，但是它还不完全是人的浑元气，还没变成人那么全部的信息还不具备，它还没到人体里边去，还没变成人体的一部分啊，还没变成人体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咱们说这个营养啊，被血管吸收，被肠壁吸收，像氨基酸呐、葡萄糖、果糖啊，像这些呢，从肠道那吸收了，那个通过血管吸收了，像脂肪酸呐、有些维生素啊，是通过淋巴管、乳糜管那么吸收了，反正都吸收走了。
脂溶性的、水溶性的吸收走了，但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是真正人的还原器，他们这是什么呢？人的还原器可以被利用的原料，它已经是成为一个半还原器了啊，半还原器了。因为我们人体功能给它气场给它化一下，那个消化液给它化一下，化了两下，它可以到人体里面去了，它就不起反应了，所以到血液里面，直接从血液走的，从血管走的这一步呢，就相当于中医所说那个营气，营卫之气嘛，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这个道理吗？就这个样啊。在肠胃形成还原剂，这个讲了这么多啊，一个肠胃进行混化，经过混化之后形成还原剂。第二方面就讲在人体各部组织里面，通过生化混化形成还原剂。这一部分还原剂，咱们在讲混化运动的时候已经是简单谈了一下了，在这儿讲呢也讲不了更深更复杂。这是当我们的通过血液循环把这个营养物质运到周身各部去，完事怎么运走，当然在血管里面，咱们中医管理叫个营气啊。因为那时候呢不懂得这个溶解到血液里边非常细微的一个东西，因为到身体里边感觉不到的了，那个血球它的感觉不是非常清楚的，一练功没感觉很清楚，就这些东西在流，它内视功能啊还不是非常强，就这些东西在流，感觉一个流，敏感的人呢血液一流都感觉到了，一流就在动弹，就是皮肤上都可以有感觉，都感觉在里边流，血管在里边流，皮肤上都可以有感觉。我记得有一次我辟谷不吃饭，那是故意辟谷的，不吃啊，看看怎么样啊。到第六天，血管好多组织就那个血管上里边跳，嘣嘣嘣一跳，感觉清清楚楚，感觉清清楚楚。你又喝热水，喝两杯，喝三杯热水。你那个热气到哪儿？哦，到哪儿去？就感觉着了，啊，这比较敏感了。所以它里面那些古人就说那营气，营行脉中叫营气。其实这里面那个营养之气啊，就咱们说那什么呢？那个氨基酸呐、脂肪酸呐、什么那个糖啊，它里面一流动，它带着气儿呢，它周围有气儿了，一流，周围气儿有动呢，周围那气儿在动呢，这感觉。所以中医说啊，把那营气在脉里边流动，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些东西它就到了组织里面来，又是它了啊，来的是比较小的东西。比较小的，因为周围本来这儿都有气儿的，这个大这儿这人体里边的各个组织中有气儿，它到这儿来又化一化，一化的话要合进去，一合成这个，一合进来变成一个整的了，所以跟它独立就不一样了，这就整体性了。这个气，咱们如果吃的狗肉。这猫肉，这兔子肉，虽然那个兔子猫没有了啊，那个气儿没有了，可是人这样的气儿它还不具备，它只有挪进来，挪到这儿来，这个挪到这儿来，一化化成一个了，这三个特性结在一起了，成个人的特性了，这里边人的气儿就出来了。人的气怎么来的？是通过他们来的，他周围这个气儿借这个还原器，人的还原器了。当然在这个活动他们要一进的时候，往里面一进的时候，好，已经产生气了，这是从外面来的，合成的时候产生气，它那个整的。咱们刚才讲一分解一分开，
它要一分开，这一分呢，好了，这个本来就是人的气儿包着它了，包着它，这一散开，这人的气放出很多来，呼元气接着就产生了，这些就一产生的话呢，这个能量放在讲了一部分就归咱们人的走路活动走了，一部分返回来又归他们又形成的时候，他一来又形成这儿来，归他能量使用去了，就这么来回来去动的，就在这儿进去散开，一进一散，这里的气儿，人的活元气，生命活元气就在这儿形成。不管是一个整个细胞的合成，它自己的裂解，或者是一个人体里边的生物大分子，人体里边蛋白质，蛋白质呢一形成的时候，它里边蛋白质当中是一个核糖核酸，脱氧核糖核酸，外面接了很多氨基酸，氨基酸排一排排很套长了，就成为蛋白质了，脂肪也是一样，脂肪的细胞，葡萄糖这两个它主要供能量的了，是吧？供能量，它没那个细胞，没那个当中那个最根本那个遗传工程没的，蛋白质里有这个遗传工程，所以人们现在人家讲啊，恩格斯讲错了，恩格斯讲是蛋白质，是生命的存在形式，现在是生命存在形式不是蛋白质，是核糖核酸，脱氧核糖核酸是遗传工程。我就跟他们讲，我给你看看恩格斯怎么讲的。恩格斯那是蛋白体，不是讲的蛋白质。你看恩格斯越厉害不厉害？讲的不是蛋白质，讲的蛋白体。我这个恩格斯真了不起，真了不得，这是。他说是蛋白体，就他为什么不叫说个蛋白就完了？我说个蛋白体呢？因为他那时候。只是那有氨基酸、蛋白质、氨基酸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呢啊。它里边脱氧核糖和那个遗传工程更不知道了，但是它跟蛋白质不一样，谁讲了和那个蛋清那个蛋白质不一样。恩格斯讲了，那个蛋白质和那个、咱们吃鸡蛋那个蛋清里边那样蛋白是不一样的，不是一个东西。你看这恩格斯厉害不厉害？他怎么知道那东西是？所以我想，我说大主这个特异功能啊。一定是特异功能，是蛋白体，他讲的是蛋白体。恩格斯他那个著作的话上，他是用词用语非常严谨的，每一个蛋白体这个词儿，他就编了个词儿蛋白体，这不是蛋白质。所以一个蛋白质的这一个大分子，它里边有它的，还有那个脱氧核糖核酸，那 DNA 啊，那个核糖核酸 RNA。他们是来形成那个蛋白质的最根本的内容，没他们形不成蛋白质。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无论是形成大分子也好，大分子一形成就需要能量进去，这个气儿需要进去合成它去，很多个氨基酸啊，一个连个大分子里挺长的，蛋白质它一分解裂开啊，气儿也出来了，也是这个过程，跟细胞从它是一样的，因为细胞的代谢里面嘛，它这是多种的物质代谢了。我们说一个蛋白质，那就是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的代谢了。这里边都是有这个产生气的过程，混化而化成气。像这个情况呢，在肠胃道里边形成的，在组织界面这个地方形成的，这还都属于生命层次的还原器，生命层次。下面呢就讲第二个人的还原器了。第一个就是生命层的还原器形成，第二个呢咱们就讲人的
因为前面讲的是个自然的人了，可人呢就不行了，人的浑元气还得讲有意识，得有人的意识活动，把人的意识活动加到浑元气里边去了，成人的浑元气了。如果没有意识活动，没人还没有意识，那不叫人啊，那不叫人。因为咱们前面讲了，讲语言体，讲意识，只是简单说了一下，说意识语言体这种活动，它是一种语言体这种物质，它是一种特殊的非常精细的浑元气，而且它和原始浑元气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咱们讲浑元气兼容性，说原始浑元气和物质从下而上兼容贯穿，语言体这种浑元气从上而下往下贯穿，一个是这么穿，一个那么穿，都可以贯穿它。这是由于语言体这种特殊性而建立在语言体基础上的意识活动，所以它也就可以借助语言体这个特殊性而直接和咱们人体环境相结合去。当人有了意识活动之后，它就可以和人体环境去结合，这本身也是个混化过程。它怎么去混化呢？怎么混化的呢？这就得结合点现代科学知识了。下面我就主要讲了三个方面啊，讲了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通过神经细胞进行混化啊，通过神经细胞进行混化。你们学解剖的时候，学这个二年级同学学了，一年级同学没有学啊。学解剖，学到神经、神经纤维，学生理，学各种反射，啊，学各种反射。神经一个兴奋传过来，运动神经怎么去支配肌肉，从脑神经到脊神经，然后到了那个效应器官，这当中经过了一连串的神经纤维的传递，还有交换站跟跑接力棒上的一棒一棒的接，像这个过程，这就是把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和我们脑子联系到一起了。一个神经纤维，这是脑子，看这个大脑袋啊，这是脑子。这儿呢是个反应器官，一点一点往下传，一个神经线连起来了，传过来了。这就是把我们这个人体啊，整个的生命活动啊，通过一个神经纤维和脑子结合起来了，连起来了。这么一连，它就起反应了，起什么反应？这是神经系统的，神经细胞它有它的浑元气，它有它的浑元气，可一点往上传到上面是脑细胞，脑细胞的浑元气，脑细胞浑元气这怎么一结合，这在这儿，这就不行了啊，这就不行了，这一转这原体，这原体，这个原体就是那么多脑细胞的浑元气，它是特殊了。他怎么包给他的？你想从胸前前看，这个脑细胞他给里边就带着原体的浑元气了，他让往下遗传，这原体的浑元气了到各个部分来了。因为咱们知道身体各个部分都有神经细胞的末梢啊，通过一个纤维跟身体各部组给连着，那个感觉系统，感受器，皮肤上多得很，当然不是每一地都有。同学们，将来你们可以试一试啊，那个针呢，轻轻那么点，点这儿一下，点那儿一下，有的地点着就疼，有的地点着就不疼，不疼的地方就那个感受器，
那个终端的他那个感受器里接受的感觉呢，他没在那儿，他不是每个点儿都有，他有点距离，有点空隙，但是空隙很小了，空隙很小了，空隙比较小了，所以你像那个感觉的器官，感受器，运动器官的那个终端，到肌肉里面各地方都有啊，都有啊。这么一来呢，就把我们人体的一个气儿和人体连到一块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混化啊，本身就是混化。当然这里边说方老师不对呀，说你这个脊神经它虽然也是神经细胞，可是它主要是它和脑神经不一样啊，它也相当于有这个体浑元气啊。我们说对，有，而且是一个神经一个神经的体浑元气越来越多，在从那个脊髓出来的感觉神经、运动神经，那个纤维的体神经浑元气的多，到脊髓里边体浑元气的少点，到脑子里边又少点，越往上越少，越往上越少。但是呢，它可以传呢，可以传过来，多少有啊。咱们普通人。越往下一元体东西越少，越往下越少，所以我们练功的就是练的把一元体一下练出来，一元体那个气儿练直通到外面来，直通到外面来之后，就那个一元体本咱们讲特意功来讲这个问题啊，一元体它本身非常细微，可怎么样呢，拿人的浑元气把它包上了，它不会穿吗，它会穿呢，穿是穿呢，可你来回来一起反应感觉，你要认识它就不好认识了。所以特异功能超常信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接不到信息啊？有的信息接不到啊，那那个体浑元气给你包上了，体浑元气给你包上了，把它包在里边的，把它封闭了，屏障，我们跟这个屏障外面一个屏障屏住了。可是现在呢，浑元气它就跟它怎么样，从那个体细胞，通过体浑元气啊，怎么传过来了。跟他们它也一部分传过来，一部分通过每个细胞啊，细胞神经细胞之间，这个细胞跟那个细胞接前接后，他们一传，通过化学物叫化学介质，产生化学介质来传递，化学介质传递，一个是电传递，两种传递方法往下传。所以有时候呢，一兴奋的时候，脑子的东西可以通过局部的东西过来了。这么一来，不就原铁不就下面就混了吗，就给它混起来了。我们讲呢，一元体它本身这里边还有一个直接起作用的作用，脑细胞神经细胞之间，它们不仅仅是有化学介质的传递，电的传递，还有浑元气的传递，肯定能有反应。打个比喻，咱们打这样比喻啊，两个细胞，两个神经细胞，你要用浑元气动它，动这个细胞，这个细胞当中给它隔离开，它会能动的，应该这个样子。进来搞咱们搞生理的呢，我有书本写了，将来这个实验怎么搞，生理科学家怎么去安排，肯定会有这个情况。那两个细胞，两个细胞之间会起作用，你只要离开一定的距离，但离神经细胞离这么远它不行，是吧？一般的话呢，那得非常小，非常非常非常细胞之间非常小的距离，非常小的距离，它周围两个浑元气可以起作用。所以这里边呢，它那个不是电。不是电，因为电的话呢，那这个导体传过来，化学介质它得直接化学器变化，这个浑元气，两个浑元气，浑元气的反应，它可以一定会有这个作用，啊，因为它里边的是有它的有这个咱们这个一元体的特殊性，神经细胞里边有这个特殊联系内容，嗯，咱们现在为什么说也是耗功能，耗出功能来？同学，我就附带说这一句啊，给大家说，因为大家同学不都好功的吗？所以就练这个，那么撑，那么耗给怎么能耗出功能来？什么道理？就是这个一元体，这个意志力量，直接给它连过来，它克服了咱们这个躯体浑元气的这个阻力，
因为咱们这个细胞里边呢，各个细胞啊比较乱，乱七八糟，乱七八糟，乱七八糟。这个细胞这个气儿那个气儿怎么挺乱挺搅和的？衣原体，它的无序性，不是这个气的无序性，这个衣原体接受外面信息，衣原体能过去把外面信息拿过来，那就先给打乱了。一个姿势定式，就这个姿势，那我们这个各个细胞呢，组织呢，都是那一个方向一个运动。而且到最后呢，时间长了呀，那个肌肉想收缩想绷劲儿，不停地使唤了。这要保持一个姿势，还得保持一个姿势，那个肌肉收缩都不会收了，酸沉呢、啊、你想动弹想绷点劲儿都绷不上了，到那时候呢绷劲儿绷不上了，就这么挺着待着。那时候的话，它是什么呢？那个细胞啊，那个肌肉啊，各个组织器官呢，他就说呢，他那个独立性就小了。那一年往外冲啊冲啊冲啊，那这个这儿你还得挺住啊，还得立呀、啊、立呀、啊、还得立呀、啊，就靠一年过去啊过去啊冲冲冲啊，一个衣原体练的慢慢就冲过去了。冲过去之后，话它能对外了，衣原体里外信息通了，出去回来，出去回来，信息能通了，好了就能够直接接受外面信息了。所以不光说病好起来了啊，不仅是说这个上肢的功能强了，而且衣原体它就可以直接对外面起作用了，跟开天门差不多了。开天门这还不好练呢，天门怎么使劲呢？不好使啊，跟这儿会使啊，哎，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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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意识到往这儿练的衣原体发信息啊，从这儿给衣原体这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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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动，原来这里乱七八糟乱七八糟，你这儿会动可以。他光说这光动动动，光这个动的概念那么动，动动动都动过来。你回来呢，你也刺激有能量，见能量传过来行，不见能量的信息不行了，这老乱信息给你挡上了。可这儿以后呢，这儿动啊冲啊冲啊，老那么冲冲，他这儿他没别的反应了，就光听这个冲啊冲啊冲啊，再后来这么冲，好了，这个线冲通了，以后外面这个信息，不带能量的信息，那个特异信息，也就能够接收了，能够进得来了。这是这个道理啊、哦、这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是咱们这一个混化，这衣原体通过神经细胞来混化的。通过神经细胞、神经纤维和周身来联系到一起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通过神经细胞分泌物来进行混化。咱们说讲内脏细胞的时候，说内脏细胞能够无生有，生出一些个物质来，生出激素，生长什么，咱们消化液供全身使唤。咱们现在说神经细胞分泌物不止这个，脑子里面也分泌好的激素啊，像什么脑垂体呀、啊、分泌激素，丘脑也分泌激素，不是指这个激素来说的啊，不是激素来说的。脑神经细胞里面它的物质合成很快啊，很快，好多脑细胞里边可以出现好的蛋白质颗粒。一般的小孩子越是幼稚的，现在没有拿孩子是宰了他做实验没有，这是，但是通过实体解剖发现这些问题，做动物更明显。一个动物，刚生的动物，你看脑细胞里边，脑细胞的蛋白质颗粒比较少，越成年动物脑细胞的蛋白质颗粒增多。蛋白质颗粒是什么？那就是咱们所说的衣原体，衣原体就是活原器，它里边物质变化了，变化到一定程度凝聚成有形物质，变成蛋白质颗粒。咱们现在科学已经发现了记忆，咱们的记忆活动，人的记忆怎么搞，现在还正在研究，有很多的学说了，现在哪个学说也都解决不了问题，哈哈。反正这里要是暂时记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暂时的眼睛一看，属于用秒来计算那个记忆，在这个感觉器官里边保存的，短期记忆从这里边转到脑子里边记忆去了，然后长期记忆转成的固定记忆了，
转过去了。这个转化嘛，就值得已经有值得有这么三个过程。到底从短期记忆转成长期记忆，怎么记？只知道在脑中心海马回那儿，在那个地方在那儿起作用。到底怎么起作用？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关于这个问题，咱们不是讲心理学，不管它啊，我就给同学们讲啊。但是有一个肯定点是发现了，给动物搞实验，给动物搞实验，没得那耗子跑迷宫，跑迷宫都跑得比较好了，跑得比较熟了，把它的脑脊液抽出来，把脑子粉碎给提纯，把那个有物体提纯了以后，给新的小动物注进去以后，跑迷宫跑得快，比这不用这个的跑得快，说明有记忆物质。说脑子里边蛋白颗粒有记忆，这是一个属于记忆物质。像这样的东西，类似这样的东西，那这是谁呢？脑细胞分泌的物质啊。这脑细胞分泌的物质，所以那讲生理讲心理，今天讲的是讲这个这生理这个生理心理学。人家讲的是脑细胞里面呢，没有像你老庞讲说怎么跳进天神去啊。我们讲一个方面，脑子里边只要产生这些物质之后，一部分可以通过微循环，通过血液循环出来到全身去，另外一部分呢，通过脑细胞它把它直接分泌到脑脊液里边，